好，今日 FB Live 嘅时间，嗱，首先要讲咧，就我哋 RF 咧，终于成功争取到咧，同 investing.com 咧有个合作吓。咁啊 ，investing.com 咧，即系识玩嘅人咧，就一定知系咩嚟，呢个 app 嚟嘅 investing.com。咁啊，你免费可以用到嘅，不过就要睇广告啊，同埋少咗好多 function。咁而家咧，佢系俾咗个优惠我哋咧。就468蚊一年，一個月30幾蚊嘅啫。咁啊，我即刻就已經係 upgrade 咗啦嚇。咁啊，本來一個免費 app， 即 upgrade 咗咧，就多咗好多嘢嘅。咁啊，下邊有條 link 喺度嘅嚇。咁啊，即係你跟開我哋嘅嚇，或者你係即係 think global 嘅嚇，唔係淨係喺港股嗰度，幾時升啊，幾時跌啊，點樣啊，即係幾時見家鄉啊？唔係啲咁嘅低能仔嘅話咧 ，investing.com 咧，你一定知道係乜嘢噶啦。OK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用啦嚇，你免費都有嘅，佢有個 version 係免費，但我哋呢啲梗係行個鋪啦。本來比起本來一年係960蚊嘅，900幾蚊，咁而家就係468蚊一年，平一半嘅嚇。咁啊，下邊條 link 你見到啦，阿 Steve 打條 link 出嚟，你入呢條 link 咧，你就可以得噶啦。咁啊，總之就係468蚊一年嗰只 plan 啊 ，OK， 夠曬用噶啦嚇。咁啊，講講港股之前講一樣嘢，近排麥當勞咧咪有隻新嗰隻包嘅，出邊就係嗰個熱香餅裏邊就係豬柳蛋咁樣嘅，加塊芝士嘅。咁我見到又係啲潮流尖端先嘅人先食噶嘛，又話排曬隊啊，直頭有得炒咁滯啦。咁我今朝啊神咁早啊經過麥當勞咧就人人都食過，我都要食啦咁樣，咁啊整咗一個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食嗰個低能，即係難食到啊！哇，邊有咁難食嘅嘢㗎？三樣嘢分開咪好地地咧，三樣嘢夾埋嘅，即係擺唔落口啊！直頭食嗰個白痴啊！即係仲話去排隊啊，又話開頭嘅時候出嘅時候咩出咗一兩日，又話限量啊，或者排隊啊，食唔到又喊啊！哎呀，又逼啲老豆老母幫佢排啊！咁樣啲低能啊，真係難食到啊！嗰個都叫漢堡包啊！你不如冚個頭埋牆啦，大佬！邊有咁難食嘅？真係難食到不得了，黐線一排，仲食嗰啲簡直係弱智添！我覺得真係，我一定唔會再食嚇。你嗌咗個包出嚟咧，你將佢分開咧，嗰塊所謂嘅熱香餅還熱香餅，嗰塊爛鬼豬柳還爛鬼豬柳，嗰個蛋還嗰個蛋，芝士還芝士，我覺得反為好啲，撈埋一齊咧，簡直白痴先食嘅，真係。係好港股嗱，港股啲專業人士先炒啦，白痴人唔會炒嘅，係嘛？我就做咗只熊仔啦，我又報咗啲倉啦，咁啊 Nvidia。我成日 Nvidia 同 Lastec 撈亂嚟噶，啲精神錯亂已經去到冇辦法用藥去救嘅階段。Lastec 我就 put 咗，咁啊挨咗兩日嗰個時間值嘅損耗噶啦嚇。咁熊仔咧今日做咗，話1771/1778做熊仔啦。咁啊做咗，咁啊而家有派彩噶啦 ，OK 嚇。咁啊其他都冇搞過啦。咁你睇恆指幅圖咧。而家咧，即係尋日就整咗粒棺材釘，一釘釘落去，仲係好靚嘅棺材釘，十字棺材釘嚇。咁你要港股行穩致遠咧，我覺得你要收翻粒棺材釘先，又唔係好遠嘅啫，17400咗緊嘅啫，而家就收17500，碌多100點到都唔使啊，幾廿點咧就收翻琴日粒棺材釘。跟住先再升咧，就會好啲，因為港股咧連升幾下咧，嗰個購買力咧消耗得好鬼快嘅，好鬼快，你知噶啦，而家個成交真係幾咁出色噶啦，大佬，今日400億成交，而家半晝幾咁出色噶啦，咁啊，所以咧你一下子啪啪啪咁爆上去咧，嗰啲成交乾咗咧，沽翻落嚟咧穿曬嘅嚇，咁啊，所以今次我哋港股要行穩致遠。有呢個嘅遊資及興咧，就希望咧收一粒棺材釘先，下一彎再嚟過，下一彎幾時嚟咧？收一粒釘先算啦，可能幾日後嘅咋嚇嚇，咁希望下一彎咧可以見到18000樓上啦嚇，咁逢真
就唔係逢親嘅。近排港股咧跌穿一百天線，上得翻一百天線咧，唔會一百幾十點嘅，起碼過千點嘅嚇。咁啊，所以就個問題就係你上翻得去一百天線先講，係咪？我都有啲信心嘅，上翻一百天線。咁但係最好就收咗粒棺材釘先。如果今日一開就二百點咧，上到去挨近一七八啊啲咩位咧？一不夠力咧，碌翻嚟咧，碌得好犀利。反為嚟講，停一停，定一定先，下下嘢唔使咁急嘅，收翻粒釘，企一企穩，再升咧，先至可以行穩致遠噶嘛。你睇下香港而家經濟行穩致遠，好到不得了啦，係咪先嚇？仲有熊貓經濟添，有人叫我講下熊貓經濟，熊貓經濟有咩好講啫？有冇講咧嚇？如果熊貓經濟得啊？我見過最多熊貓的地方是兩個，一個是四川，那個當然是多熊貓，那個卧龍那個，一個就是番禺那個，長隆，長隆那個，香港現在那兩隻生了兩隻，接下來又弄多兩隻，加上變成六隻，如果隻隻快高長大就六隻，六隻都講到，哇，又說要多建個館，又說要找些冠名贊助，又說成，又說拍廣告，熊貓經濟啊！我當日啊，即係都十年八年前啊，去呢個長隆公園啊，長隆嗰個動物園啊，我見啲熊貓多到啊，幾十隻啊，到到我睇眼睇都有成廿幾隻，邊有咁好服侍啊？一隻一對熊貓，一個咩熊貓館啊？嗰啲熊貓全部攏埋一堆嘅咋嚇，即係打啊打，殺啊殺咁樣嗰只嘅咋。咁啊，如果你話熊貓經濟得嘅。四川卧龙那个啊，直头啊，周围全部成个熊猫嗰啲地方侧边全部都是桑拿揼骨啦，系嘛？长隆如果熊猫经济得嘅，长隆那个啊就唔使搞到而家咁样啦。唉，香港嘅即系有你生咗熊猫，咪恭喜你咯。做咩又搞到？唉，我要揾赞助啊，又要揾广告啊，咪低能啫。唉，揾到啊好。找不到就樣樣衰衰肉酸酸咁樣，跟住又唔見個熊貓經濟，講下又算咁樣，咪賺搞講咁多做咩啊？呢啲係炒下港股嗰個啦，港股嚇嗱、啊、行穩致遠靠呢鋪啊！唉，真係嚇，即係上半年衝兩萬咧就爭啲啊，下半年有冇多支棍多支針見到個頂咧？我覺得係靠呢一鋪咧，即係點樣安排啦？啊，點樣部署啦？啊，做得靚靚仔仔，累積啲購買力，有翻啲業績打下底嚇、啊。跟住中國唔好講咁多嘢嚇、啊，美國啊最好話減啲息添，啲好啦，唔好減咁多添啊！一減得多又話你經濟衰退又懟過啊嚇。咁啊，慢慢爆下爆下，一步一步嚟，就唔好一下就話要兩萬點、兩萬八嚇、萬八先，跟住萬九，跟住兩萬、兩萬一。咁咪四萬咯，好快嚇！一個月升一千點，都係等多廿零個月啫嘛，就到四萬啦，係嘛？咁先得噶嘛，乜靠呢啲咩哔哩吧啦喺度講升，講住升啊個市會升咩？唉，真係啊！我哋要沉實少少，係嘛？踏實啲啊！咁啊，外圍美國咧嗱，我就。Last day 我繼續 put 緊，咁啊冇辦法啦。上個禮拜五，琴日禮拜一都夾咗上去嘅美股，因為只 Nvidia 實在太堅抽啦，實在太堅抽啦，百三蚊咧。下個禮拜 Nvidia 出業績啦，咁我諗佢個業績就唔會差噶啦，佢個業績都差咁啊死得噶啦，唔係佢死，全世界都死得。嚇，佢業績應該 OK 嘅，咁但係個問題個業績會唔會見光死嘅啫 ？OK。有兩樣嘢要睇嘅，第一樣嘢就係話咧，始終喺 option 個世界裏邊咧 ，Nvidia 咧係冇得輸。邊個冇得輸啊 ？Y option 出嚟嗰個冇得輸，無論你馬鞍色又好咩，傳教士色又好，男上女下，女上男下都好，佢即係而家個 option 嗰班即係玩到你出神入化，大鍋超大鍋，啲錢衝入去，喂好驚喎，跌落去咁點啊？做個馬鞍咯。哇！正做兩套啦，真係嚇嚇一 call 一 put 啦嚇，哇！做馬鞍，哎得喎，總之個個度就一入場就係 Nvidia 啦，
真係癲曬咁滯，但係 Nvidia 有$83，正如我咁講，但係 Nvidia 第二樣嘢睇咧 ，option 咧就一定要睇住嚇。又係你唔識睇咧，你去 investing.com 嗰度有嚇，睇住啲 option。咁第二樣嘢咧就睇住啲 ELN、ELI。你諗下上個月六月七月嘅時候，香港嗰扎幾大範圍出 Nvidia、ELN、ELI 出到啊，好似唔買佢得。好似唔買得罪全香港咁樣，最後點啊？接貨咯，死曬啊！死唔係死曬嘅，死一截啦，一路升上一路死啦，又嗰一批一路跌落去，又有另一批又死啦。即係呢啲咁窩咁大嗰啲咧，其實就唔係，我覺得就唔係好啱玩 ELN ELI 嘅。其實 ELN ELI 好多人都問我嘅，咁嗰啲應該點玩啊？即係好睇心態，即係你嗰啲高息嘢嚟噶嘛，你係。收息的話，其實你是不應該望個價favor你嗰個方向，即係唔好上去升得太快，因為升得快會跌得快，跌得快的時候佢又會彈得快嚇。咁你望個價咧，咪鬼喐啊！我就收息就算啦嚇，十厘又好，廿厘都好啊，就算啦嚇。你又要收息，又要個價啱你嘅，跌翻轉頭嘅時候，因為 ELN ELI 咧個時間咧唔係你操縱嘅，個時間性你最弱嗰環咧，你呢個 instrument 最弱嗰環咧就係個時間性，同埋接貨各樣嘢你係被動式，呢樣嘢係最難控制嗰環。咁你自己決定啦，我冇 against 任何類型嘅產品嘅，你自己決定啦嚇。咁就 Nvidia 啦，我覺得$83嗱，最主要就係我講。美股也好，日股也好，會升翻上去，但係升唔翻上次啲高位嘅。咁 Nvidia 上次兩個頂係$135嘅，嚇，咁我覺得今次咧佢應該見唔到$135嘅。咁所以$130呢個位咧，你 put 唔 put 佢，你做唔做淡咧，你自己諗。但係如果你話個 Nvidia 跌嘅話咧，納指咧都會跟跌。咁所以我繼續揸住個納指嚟 put， 希望唔好揸咁耐啦。大佬時間值損耗真係都要計數啊嘛。另外就是 yen 啦，咁好多人就話：喂，拆倉啊 yen 啊，升翻上去啊，顧老闆啊，你點算啊？幾時飛啊？咁樣咁其實 yen 個升咧又唔係好關咩拆倉事嘅，你個美金跌啫，美金穿咗102啊嘛，美金守唔到102.5啊，穿102就好正常啦。下個位係100.5啦，兩格點五細碼位，兩格上落啦，咁啊100.5啦，咁啊睇下。看看這幾天會不會穿埋101這個位置，那個機會都高的，因為個減息越來越近，雖然大家都覺得減息都是0.25，所以可能去到減息前，那個美金可能會穿101，減完息真的減0.5，美金又再抽回一點點上去，我想上去102.5呢個位啦，咁樣，咁所以其實係美金嘅啫，就所以令到個 yen 係升翻上去，人仔都升上去，就唔係啲咩拆倉啊嗰啲講到咁天花龍鳳嘅嘢，因為你講到窩咧，嗱 Nvidia 個窩啊夠激烈啦，係咪嚇？三個禮拜，哇！真係一定要 pay me 我嗱，記住呢度有 pay me 啊，$90買咗 Nvidia 嗰啲一定要 pay me 我，如果唔係我會詛咒你。另一樣嘢就係全球窩嘅集中點就係咩啊？日經嚇，琴日爆，今日嘣，38,183，我睇第二個位係38,400，我就係方向雙眼睇一睇佢穿唔穿到38,400呢個位 ，OK 嚇，咁啊台灣都升啦，因為 Nvidia 就係出業績啦，係咪嚇？咁啊 AMD 又升啦，因為 Nvidia 就係出業績啦。總之點解升啊？因為 Nvidia 就係出業績啦 ，Nvidia 個價係$103啦。全部啲任何嘢，你覺得佢幾順暢啊？或者人哋有你冇啊？嚇，都係因為 Nvidia 升啦嚇。咁港股就冇啊，係嗰啲指數咁啊，揼下揼下啦。業績就出到，即係重頭嗰啲業績差唔多出到，又未到7788嘅，但係都消化咁嘅騰訊啊、9988啊、9618呢啲。意外驚喜啊！呢啲都 OK 嘅，咁都上咗落咗上咗，咁啊好似今個禮即係聽日就小米出業績啦，睇下阿雷軍點樣撚佢個業績出嚟啦嚇，咁就另外講咩咧？銅啦，銅資源可以
可以執翻啲少少啦，跌就可以執翻啲少少資源啦，等下半年啦。咁啊，啲中概股啊，941嗰啲可以繼續揸住啦，等啊，等第二支針啊。我成日都願望，呢個係願望，唔係一個預測。我願望係港股有一年係有兩支針，即係有兩個頂啊。咁多年都係一個頂嘅啫。我希望今年可以突破有兩個頂，兩個。我無論個頂係上翻19,700，還是係突破197之前個位，希望有兩個頂。OK， 所以中概股繼續，純粹願望，絕對唔係啲咩預測嚇。咁啊，但係即係港股最難嗰關都仲係 A 股啦。A 股真係，唉，都唔敢講話恨鐵不成鋼，即基本上就唔係鐵嚟嘅，其實係發泡膠嚟嘅啫。一路揼揼揼咧，係咁揦出個錘去揼得發泡膠。啊，發泡膠一揼極都唔變鋼㗎。個發泡膠同你講，大佬，我發泡膠嚟嘅咋，一揼就扁㗎啦，再扁就散㗎啦。A 股真係今日又跌廿幾點嚇。其實咧，就琴日4點之前財經講啦，喂內銀啊，喂好勁喎，嗱內銀再創重創高位啊。OK， 建行啊，工行啊，但係呢啲其實我係唔會掂嘅內銀，即係你話係咪？唉，唔信中國經濟啊？係咪覺得佢三中全會之後，北戴河之後，唉好多又話中風啊，又話成啊？唔係啊！嗱，內銀咧，嗱中國減唔減到息咧，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。而家咁誒嘅，我一路都講啦。其實呢兩年我都即係中國有啲大嘅數字，我都拎出嚟講嘅，尤其是係社融啊、M2 啊，由 M2 講到 M1， 由 M1 講到 M0 個剪刀差，我都講齊曬咁滯噶啦。嚇咁啊，跟住就去到呢個嘅啲錢走曬債券，夾低咗個夾冧咗個債息，跟住央行又幾吉吉，又啊兩個債息跌咗啊，點算啊？你班友仔嚇買債咧就等於唔愛國，等於咧就衝擊中國經濟金融咁樣，跟住買嗰班就喂我就係愛國，所以我先買你啲債券啫。喂，你買啲債券，你懟冧咗我債息啊嘛，懟冧我債息，你咪想我人民幣冧，你咪想金融風暴、金融海嘯、金融災難啦、啊，咁樣嗰啲咪大家又拗到而家咁樣，咪總括曬所有嘢噶啦 ，OK 嚇、啊，咁啊對上一次嘅啱啱出嘅上個禮拜出嘅新增貸款啊，各樣嘢我都係同你哋分析曬 ，OK， 尤其是係嗰個 M1 跌咗6%+，係一鳴驚人都講埋噶啦個原因 ，OK。好啦，咁啊總合咗一樣嘢，點解話唔買內銀咧？就係咁啦，就係點咧？而家內銀咧嗰個銀行嗰個壞帳率咧，大概1.5%+嘅。嗱，你信又好，唔信又好，總之按 book 咧，銀行個壞帳率咧係1.幾%嘅啫。咁你話唔係喎？啲銀行爆煲，唔係啲內房爆煲喎、啊。嗰、那個又話還唔到錢，嗰、那個又還唔到喎、啊？點會1.幾%咁少噶？唔好理，我就係講 on book 嗰、那個，唔係 on book 嗰、那個 off book 嗰個咧，我冇數計，冇人呢、這個地球上冇人計到，所以我只係用 on book 嗰、那個1.幾%嘅啫。咁呢個係咩同減息有啲咩概念咧？中國嗰個息差咧，仲低過，即係差唔多，仲低過嗰個銀行壞帳率嘅嚇、啊，即係中國銀行賺嘅息差。是跟中國嗰個銀行裏邊嘅壞帳率基本上係 level 嘅而家。如果中國減一減息減點一嘅 percent 咧，中國嗰個銀行嘅息差咧係低過佢嗰個壞帳個 level， 係按 book 嗰個添。咁你話呢件事係咪好奇怪咧？咁咁奇怪嘅嘢，你點可以令到我買呢個嘅內銀咧？係咪？只要有1.幾%按 book 啊，嗰條數啊，嗰個壞帳真係變成壞帳嘅話，你個息差已經係 debt 曬嘅，點買內銀咧？嚇咁啊，所以我啊唔會搞內銀住噶啦 ，OK 嚇，除非你中國會加息，嚇個息差有機會擴闊，或者中國啲銀行有機會擴大自己個非利息收入。咁第一兩樣嘢，我覺得都非常之困難嘅，非常之困難嚇。咁啊，所以就內銀就冇興趣啦，內險我都冇乜特別興趣，咁所以你中特股啊得翻只941，中海油、中石油都冇興趣，因為油價咧好明顯咧，民主同埋共和兩黨咧都 compromise 咗咧，就不如行特朗普嗰只啦，個能源開支大家一齊減減佢個油價懟落去啦，咁樣，咁所以個油價都係唔得，
咁所以你中海油、中石油都係唔得，所以中特股呢樣唔擺，嗰樣唔得，嗰樣唔掂嘅話，其實你冇得冇乜得幾多隻揀嘅啫，嚇，九四一咯，係咪？好，睇下你咩問題先，冇咩講啊個市，我覺得我係揸住個熊仔，我今朝177XX 啦，我唔記得咗個位啦，咁啊求其揾只。揾只 JP 嘅熊仔咁啊揸咗落去嚇，咁啊 number 你自己揾啦，你上 JP 嗰個網去揾啊，好易揾到啦嚇。咁我揀嗰個嘅收回咧，我係揀182嘅，182幾嘅，咁大家會揀到噶啦。咁啊街貨相對比較高嗰只嚇，咁啊衝咗入去，咁啊睇一睇嚇點環境啦嚇。安樂揸熊仔安樂，但係我唔會睇得太跌啦，我睇174啊，最多睇173左緊嘅啫嚇。咁有我就食噶啦，嗰都廿幾倍公幹，我都係做呢啲嘢嘅。你睇下幾咁無聊啊！同埋聽日可能我唔做今日 FB Live 啊，聽日可能，因為我想，因為我自從上個禮拜三上咗深圳之後咧，因為我冇時間上個禮拜一二四五我都唔得，咁啊禮拜六啊驚逼。禮拜日一定逼，咁所以就我諗住聽日上一上深圳配眼鏡，所以就聽日可能就冇今日 FB Live。不過而家今日 FB Live 呢個節目又唔係啲咩財經節目，咁啊唔聽不聽也罷。咁所以停一集都對大家冇乜特別嘅傷害嚇。免責聲明 ：Record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，為不保證絕對無誤，資訊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。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、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同时 ，Record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，只可作为参考之用，并不构成邀约、招揽、邀请、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。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，自行作出投资决定。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，概与 Record Finance 主持、嘉宾、编辑及记者无关。同时 ，Record Finance 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 Record Finance 立场。